今天在山上啊，发现了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植物。现在我带你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，看到没有，大的果子。很多人都说它是麦冬啊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淡竹叶。淡竹叶呢，很多人都认识，也有很多人拿去卖，在外面市场上面，它这个淡竹叶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啊。比如说有一些人呢、啊，那个喉咙肿痛的啊，我们可以拿一些回去煮水当茶喝，都是挺不错的啊。看一下，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果子啊，很像麦冬啊。大家以后你们去户外的时候，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植物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野生的越来越难找到了，很多人都种植了这个植物。现在平常时我们就用它的根部啊，洗干净了，然后拿来煮水，煮出来的水是金黄金黄的啊，挺好看的。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春花。